韩语水平柳记考试现在开始。一把把把把住了，请问这四个把有什么区别？把把把字句，把把我浅尝一下，绝绝子说回来点点武汉话。武汉话今天装了枪口藏了妈的干啥呀，这里边那个几个干啥是什么意思？我中文白学了。川和带有什么区别？孔子教书用的是什么语言？怎么来界定字正腔圆这个标准？有没有一些方式让中文更好学？多看开讲了。4月20日，第13个联合国中文日，全球42个国家100位线上的观众用中文和世界进行互动。石姐你好，你的中文相当不错，他知道他知道他在考试呢。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。